我其實有樣嘢都仲係真係好甘拜下風，甘拜下風得好緊要。哇！你冇咁講啦，操官。就係、是、唱粵曲，粵曲咧我就係小學生，一定要同你呢位高材生請教。唔係高材生啊，千祈唔好講，我都係一路做一路學習。啊，咁謙啊！大家一齊學習。華和會館主席噃。咁啊係，呢句代表噶噃。咁你係咪想唱粵曲啊？咁啊，梗係啦，有高材生喺度，梗係心癢癢，你帶住我就得啦。冇咁講，冇咁講。係。咁我哋唱一首大家都熟悉嘅歌啦，好嘛？係，你要喺呢邊唱喎，你啲 pose 呢邊先靚。講埋呢幾句嘢先。講埋先啊。哦。通常佢哋都係咁做噶啦。哦，係咁㗎，係嘛？哦。倚定音心棋樹上，明珠萬果映花和。如此断肠花烛夜，不须是泪换新婆纱裙。
想回望，想知有时头颅底里响，大雨花唱，伴有新郎赴妻时去如树也同。醒啦，要醒！我哋嘅梦又要醒啦，又要恢复翻做翻自己啦。咁先至好嘛，做戏就系呢样嘢。其实演员真系好幸运吓，可以过不同嘅人生去经历、去感受。如果唔系做戏，我又点可以同阿姐咁痴缠、咁烟韧？呢句系真。好啦，咁啊，亦都系多谢咧，好多人能够撮合我哋，尤其是今晚呢个演唱会。如果唔系得到主办单位，我哋又点可以同大家？共聚一堂咁開心。好，首先多謝新娛國際、奧美國際娛樂集團、湯神國際娛樂、盛世天戲劇團、168 Production、冠名贊助盛世天戲劇團，仲有出品人係邱亞葵、何佩明、湯家成、李居明、陳家彤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多謝多謝。仲有服裝設計陳華國先生 Kenneth， 係 Kenneth。舞蹈編排 Roy、Tommy、Samuel and Dancers， 同埋嚟自北京雅樂團，謝謝你們，謝謝。最後要多謝嘅係喜多郎先生，多謝。秋官，所謂戲如人生，人生如戲。係。我同你咧雖然冇咩愛情，但係我哋都愛咗四十幾年。不過我哋係，但係我哋嘅友情咧維持咁耐，都係唔簡單。友情係好重要。你多多包容我啊！嚇，我只有愛你嘅啫。我哋特別揀咗呢首歌《友情樂章》，亦都係送俾每一位入嚟支持我哋嘅朋友。多謝曬。